周易，肝，肝元亨利贞初九，乾隆勿用九二见龙在田里，见大卵九三君子终日肝肝细涕若利无咎九四或月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立见大卵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即彖曰大灾肝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于情与诗。品物流行大明中十六位时辰时辰六龙以御天干燥变化各正性命宝和大和乃力争手出数物万国贤名相曰天勤见君子以自强不习乾隆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得师徒也终日干干反复道也或月在渊尽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得不可畏首也文言曰远者善之长也亨者加之惠也利者义之和也真者是之干也君子体人足以常人家贵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义真物足以干是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甘元亨利贞初九曰乾隆勿用何谓也子曰隆德而已者也不亦乎事不成乎名顿事无闷不见事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乾隆也九二曰见隆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隆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性庸行之谨贤且存其诚善事而不乏德薄而化义曰见隆在田立见大卵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干干细涕若立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尽德修业忠信所以尽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积也知忠忠知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干干因其时而替虽为无咎以九四曰或月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未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敬得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立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失火就造云从龙风从古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俯视以动而有悔也乾隆勿用下也见隆在田时舍也终日干干行事也或月在渊自是也飞龙在天上至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干元用九天下至也乾隆勿用阳气潜藏见隆在田天下闻名终日干干与时偕行或月在渊干道乃何飞龙在天PG2 乃为呼天得亢龙有悔与时偕及甘元用酒乃见天则甘元者始而亨者也力争者性情也甘始能以美丽立天下不言所立大以灾大灾甘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辰六龙以御天也云行与诗天下平也君子以诚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前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服用也君子学以具之问以辩知宽以居之人以行之意曰见龙在田立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不甘甘因其实而替虽为无就以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知或知者以知也故无就夫大人者矣天地何其德与日月何其明与四时何其序与鬼神何其吉凶仙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天且福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抗之为言也之进而不知退之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坤坤元亨利聘马之真君子有攸往先猊后得主立西南的彭东北丧彭安贞及彖曰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后载物德和无江寒红光大品物贤亨聘马的类行的无江柔顺利真君子悠行先迷失道后顺的长西南的彭乃与类行东北丧彭乃中有庆安贞之极应的无江相曰地势坤君子以后得载物初六女双兼兵至相曰女双兼兵因使名也训至其道至兼兵也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相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的道光也六三韩章可真或从王室无臣有忠相曰韩章可真以十八也或从王室之光大也六四阔囊无救无欲相曰阔囊无救甚不害也六五黄长元即相曰黄长元即文在中也上六龙战于也其血玄黄相曰龙战于也其道穷也用六利永真相曰用六永真以大中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得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成天而实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见以由变之不早变也亦曰履霜兼兵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矣方外敬义利而得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宜其所行也因虽有美韩之以从王室弗敢臣也利道也七道 PG3 也成道也地道无成而待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翻天地壁贤人隐逸曰阔囊无咎无欲盖严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